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 My Quiet Tuesday 日常啊，我的日常已经到达第五集了，上一集就不用再介绍了啊，上一集做了什么不需要再介绍了，自己去看那个十秒日常就知道我上一集在做了什么。那今天这一集呢，我现在我身上有砖头，什么东西没用的东西，有面名牌诶，面名牌。有面名牌，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铁针？他竟然家里没有铁针，还叫打铁的，这个打铁的不及格啊！这个独居老人不及格啊，把你挖掉了。我要来你家啊，你家打铁，先做一个铁针出来，做要几个？要做三个是不是？好像很多诶，要做三个有点多，有点浪费的感觉。三个，要做三个还是四个啊？一二四个还是三个？忘记了。没有啊，他还在赏夕阳。做出来了，铁簪啊，铁簪，我不想再重复念这么多次，我就是要念他，叫他念铁簪呐。好啦，放在这里，噔。这个才叫打铁的嘛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放在这里不好，往前一格，往前一格，放在这里，噔，哇，终于有像打铁的了，命名牌，先命名，等一下，我没有灌中文插件，我没有灌中文插件，我只能打英文而已，怎么办？好啦，命名牌啦，真的需要等级五我有啊，我看能不能打中文，希望可以啊。IG，不行，打不出中文啊。我现在也想啊，什么爱马 ，I 骂，马的名字就叫爱马啊 ，I 骂有来了，爱马五级啊，五级爱马。艾玛，我来了啊！我现在有艾玛，噔噔噔，用复制哦。我已经取艾玛了，来不及了啦啊！艾玛，等你哦。艾玛，你叫做艾玛哦，艾玛，来，艾玛，我们走。我的艾玛，艾玛啊！你们有 iPad 啊 ，iPhone。我有艾玛啊，艾玛走，艾玛，我们要去先回家拿红石，艾玛啊，我骑着我的马儿，你们有 iPad、iPhone 有什么了不起啊？我有艾玛，我的马艾玛啊，一匹艾玛，艾玛人士，艾玛士，有没有？走了啦，骑马回去了啦。这里有一条桥，神奇的小桥，要走回去拿一下红石。什么艾玛？艾玛，我从来不会艾玛的啊！我的马就叫艾玛啊，马啊，你可以等一下王字边的马啊，人字边的马，或是哪边没有边的马都可以。这里的树快要消失了，有空也要把这里的砍掉，不然老是妨碍我奔跑。看这里的树也要砍掉啊，不然又是妨碍我奔跑，到处都会妨碍奔跑，真是麻烦。跑出来了，跑啦，跑，这里 I 三星什么东西啦？来了，我们回家了，回到哪里了？没有，这里。有，我回来了，骑着我的艾玛啊，回到我的小破屋，我来了。先放你在外面走一下，我先看一下这里怎么都剩这些烂东西啦。还有这个吗？这个已经空了，回收箱子，回收，还要进去里面，真麻烦。回收，还有唱片唱片我已经拿过了。石头64个石头剩两组了。我没有挖红石吗？我一颗红石都没有挖。
一颗红石都没挖，很好。一颗红石都没挖了，好了，算了啦，没挖就算了嘛，没挖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能拿的都拿了啦，剩下的都是一些垃圾了啊。把河豚就丢在里面了，不拿了啊！我应该不会再回来了。不行不行，小破屋哈，正式放生小破屋了，我们回来了。我现在要去把我这在这一路上遇到的一棵棵树砍掉，一棵棵，这一棵要不要砍？这里要不要砍？应该先不用砍吧，我可以走外面。诶，我好像走太外面了，走得太外面了。呜呼呼，差点淹到淹水了。现在这边停下来，要砍这些这几棵，砍这一棵，砍掉。上集说好的马房，就这集来做嘛。爱马房啊，我有爱马房。喂，红石没有红石啊！我本来有人就说什么，交易厅的那个什么桌子用活塞比较好啊，可是做活塞需要红石啊。所以我现在做不出来啊。诶，噔噔，这里，哦，砍完了，这一颗应该不会再挡住我了吧？把这两颗也砍掉好了，不然老是阻碍我。砍掉你，砍掉这两颗，小破屋啊，正式放生小破屋了。那个已经变成中继站了，休息站，就是往北走的时候可以去那边休息一下。我正式和独居老人不再独居了，把这可以砍掉。噔噔，诶，刚才没掉到水里吗？打，继续打。安安啊，各位，日常已经开始了，日常砍木头，帅。日常，还有日常要做什么？日常剪绵羊啊，剪毛线啊，做毛衣。这奇怪，这几棵树为什么都长得这么茂密呀、啊？谁请你们在这长的？我没有在这边种树苗吧？没有吧？这里什么安装 eTake 什么东西？没有啊，我没有安装。我的马没有安装 eTake 所以不会被乱扣款这样，不会被乱扣款，正确率高达99.99%。不会被乱扣款，读什么？艾玛，读艾玛吗？来啦，先砍掉啦。喂，这里，这里砍完了，等它消失，那我以后就可以，以后就可以直接上来不需等待不需要等这个，等这个，等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消失了，不需要。那个头一直撞到那个树啊，感觉很不舒服啊。好啦，再骑上去，用烧的，为什么要放火烧森林呢？放火烧森林是不好的行为啊，我要制止你们这种行为。喂，艾玛吃，艾玛成痴有没有？喂，哟，顺多咯。哦。这里不用砍，这里本来就道路比较好一点。这里再铺一下好了，我有拿64个石头，我可以再铺一下了。噔噔，铺铺铺铺铺，喂，铺铺铺铺铺，铺一下石头啦，等下啦铺道路是很无聊又辛苦的旅程。你可以再多找一只马，可是我是有一个马鞍呢。多找一匹马有什么用？我只有一匹马鞍啊，一个马鞍，一个铠甲。咻，秋道上有树，秋道上是什么？是秋道上啊？没画面按 F5，没错，没画面按 F5，然后会那个找 Google，这已经解释过好多次了。咻，砍树没有不好啊，砍树为什么会不好？砍树有树苗，烧树没树苗，烧树的树苗都会被烧掉，烧树是破坏大自然的行为，砍树会掉树苗，所以没有很破坏大自然。我还要建一个小村庄跟独居老人住在一起，有空还要去帮独居老人找朋友。一组竟然不够用，一组竟然不够用，咻咻，再多找一个马鞍，我觉得要可能要去地狱可能会比较快一点。
在这里好像有点久，哎，要天黑了，要天黑了怎么办？我的马儿嘞？马儿你在哪里？哎，马儿走好远哦。哎呦，这个时间点回到村庄好像不太安全。马儿在游泳，把它牵回来。马儿竟然在游泳哎，它喜欢泡水，它可能最近没洗澡哦。你们有没有洗澡了？我可是洗完澡才来直播的哦。我咻，哦，没有啊，没有，跨海大桥。我咻，烧树才不好，好不好？砍树是好行为，好不好？烧树是不好的行为。你看，砍树会掉树苗，还会掉苹果，烧树不可能有这种东西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嗯，艾玛，艾玛，对不对？好了啦，把小皮鞭收起来。那我要坐上去了，我先回小破屋睡一晚好了。花砍树花太多时间了。哎呦，有怪嘞！啊、上一集我们完全没有遇到怪啊、这一集终于看到了。我咻，跑回去。噔噔噔，冲出来了！跑跑跑！这里比较亮哎、欸，哦，比较亮，比较安全。那边好多僵尸哦，哦，一到晚上，嗯，妖怪横行，跑，我跑，先回去睡觉，睡觉优先。喂，独居老人，我们其实只要不要太靠近他，他是不会有。不会被僵尸抓啦，所以不要害怕，睡觉，晚上睡觉。呜、噔噔，来了来了，我、咻，我们睡饱饱。独居老人没有了，没有居居啊！你们这么喜欢他居居哦？呜呼呼，呜、踩过僵尸的头顶啊！咦，冲回去。噔噔噔！奔跑插火把，这里不需要啊，睡觉就好了。这里又不是永远的黑暗啊、明明就不黑暗，所以不需要什么奔跑插火把，根本就不需要插火把，火把留着啊。我咻我咻，我是不是也要在这边做一个桥啊？这里已经变得比较好走了，可是我又不会再来一次，第二次了，这一次回去应该就不会再来了吧？啊，没关系啊，还是留着我的足迹。噔噔噔，回去回去，爱老人居居，爱居居老人，你在讲什么东西啊？插火把，没火把，我现在身上没有这么多火把，不能乱插，要节省使用。咻，好，这里好多牛，牛多到都不知道说什么了，好多好多牛，没关门，没关门就算啦、反正我又不会再回去了。回到我的那个我的家，我的家庭真可爱，生活美满又安康。哦，这里有农场，哇哦，有农场长西瓜嘞！哦哟，长西瓜嘞！艾玛，你就在这边，等我。喂，绑起来，我先去看一下独居老人呐、独居老人还在山坡上吧？用控制杆杆，推他回来。喂。喂喂喂！哦，还要爬山，他很喜欢登山健行。哎，鸡耶！老人你在哪里？老人你不会越走越远了吧？你怎么走这么远啊？你到底有哪里不乖啊？没有啊，他还在这里。他已经走到水边了。哎咻，回去了，回去了，不要再躲在这了，回去，跟着我回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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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去。用控制杆推你回去，回去，回去，回去。他现在不乖了，回去，回去。哎，好累哦，推到这里就好累哦。好累哦，推得你我好累哦。哎，我怎么把控制杆插在这了？推得你我好累哦，累死我了。为什么我要这样推？好辛苦哦。推，我推，他走不上去了。推，我推。好啦，不推了啦，累死我了，累死我了不然在这边帮你盖一个家吗？好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，算了啦。
要回来不回来，你家的事。